主料，油豆腐175克，猪肉1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酱油、姜、胡椒粉、生粉、葱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猪肉和油豆腐，把肉洗净剁碎，把剁好的肉放到盘子里，加盐、酱油、姜末下去搅拌均匀。把油豆腐用筷子在中间弄破，再把肉塞进去，依次全部做好，上蒸锅蒸10分钟。锅里热油，把蒸好的油豆腐放下去煎下，煎在肉的正面。加半碗水，加一勺盐，少许的酱油，最后再加点胡椒粉下去搅拌均匀，水收的差不多，再调点生粉下去拌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第六步蒸的可以省略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